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录影，那大家如果对这个音乐有感觉的话，你可以帮我们摇摆你的身体，然后参与一下我们的录影。如果你想入镜的话，对，就赶快靠过来。是的，然后把你的身体借给我们，真的。小薇，欢迎，好。有请 Arrow 吧，我哋唱出第一首歌《要怎么告诉你我多喜欢》。要怎么告诉你我多喜欢？陪着你不能把你我厌烦。
Arrow 有一双爱笑的眼睛，爱笑的眼睛，笑的眼睛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的好的，随时 ready。因为呢我们的镜头呢就在这里影在后面的，所以想麻烦后面的观众可不可以挥下手或者摆动你的身体，我会带领大家摆动摆动。麻烦晒大家 thank you， 那个画面会很靓的，是我们想的画面很靓，麻烦晒 thank you， 谢谢晒。然后呢？随时 ready， 随时 ready， 收翻嚟。好，嚟紧呢首歌咧，都系收录喺同一个专辑入边嘅，叫做《我不在意你曾经有过什么》。谢谢。我不在意你曾经有过谁，也不在意你一贯的谎言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的珍贵。只是和那一天一样的今天，你却笑得比天空更加晴天，怎么能让人笑得那么天真，默写却会让人流泪。还是和那一天一样的门前，只是你已经不在我身边，说了再见的事却再也不见。我不在意你曾经有过谁，也不在意你涂装的里面，这个瞬间那么珍贵，只求你不要再意会。只是和那一天一样的晴天，你却笑得比天空更像晴天，怎么能够下的那一天这么险，只会让人流泪。只是和那一天一样的门前，只是你已经不在我身边，说了再见的事却再也不见。我不在意你
走嗰個，好，阿爸，阿爸。阿娇，即系你出去楞梯啊？等等先啦，我喺后边啦。佢叫我。好。好的，我们下一首就带给大家是五月天的《倔强》。
那你们要忍住啊，不要前面就开始唱。好，我们下一首带给大家的就是五月天的《倔强》。好。